前面的视频中咱已经讲过了二次根式的乘除法法则，再回顾一下，就是两个数无论先开根号再相乘，还是先相乘再开根号，结果都相等。两个数无论先开根号再相除，还是先相除再开根号，结果也相等。这个视频咱接着来讲讲更复杂的二次根式乘除运算，比如5倍根号2乘负3倍的根号6。看根号前面都出现了系数，这咋乘呢？很简单，不就是5乘根号2再乘负3乘根号6吗？那你换一下顺序，把5和负3相乘，根号2和根号6相乘不就行了？5乘负3得负15，根号2乘根号6就等于根号2乘6得根号12，所以结果就是负15倍的根号12。呵呵，根号12不是最简的，还得化简，把12脑补成4乘3，4开出来就是2，再和前面的负15相乘，结果就是负30倍的根号3，搞定。看来当遇到根号前面有系数的时候，只要把系数和根号分开算就行，不过一定得记得把结果化成最简二次根式。刚才的算式中只有乘你会了，那再加入除法呢？比如4乘根号3又二分之一除以根号 0.49。 注意这里有个根号 0.49， 你可别被它忽悠了， 0.49 是 0.7 的平方，所以它就是 0.7。 不过在乘除计算中，分数比小数简单，你可以把它先化成分数，就是1/10。再看这个根号里面就是2/7，因为根号里头有分母，所以你得化简一下，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乘根号2，这样分母就变成了2，分子就变成了根号14。接下来就可以整体运算了，4乘2分之根号14乘7/10，它俩可以约分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7/20倍的根号14，搞定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二次根式乘除的混合运算，关键就两点。第一，当根号前面有系数的时候，要把系数和根号分开算。第二，最后答案必须化简为最简二次根式才行。怎么样，听明白了吧？赶紧刷题爽爽吧。